老公，你过来。咋了？你看，你哪来的红包？这个呢，还没有写礼铺。哦，对了，咱家礼铺你要不要看一下呀？我不看，你心里有数就行了，反正到时候记得还啊。你不少朋友写了不少钱。哦。哎，那个韩景峰给了吗？韩景峰啊，给了，还给不少。这个人到时候双倍给啊，这不大事。还有这个，啥？这谁给的？你给的？什么我给的？你随的礼，你忘了？你可拉倒，我什么时候随礼了？你有毛病啊你？彩礼钱。彩礼钱不拿你家的，你拿回来干啥呀？拿错了？我爸给我的呀。爸给你干啥？有来有往，而且不止这个，还有张卡。这啥意思？哎，不是你结婚花那么多钱，这卡给你。我给出去的彩礼，你给我退回来，这是不是有说道啊？咋的？你退婚呢？不是，我爸爸妈妈说结婚之后得花很多钱的。不关我事儿，你爱拿你拿啊，你要不你退回去。那到时候我把现金存到卡里面，你要做生意有周转什么的，我就给你。我不用，这你的，你爱留你留，不关我事儿啊。你真不要？我不要，开玩笑呢你。那么硬气？行，那我留给小边边用。没动静呢，你自己留着啊。嗯。放好了。你要是不知道放哪儿。我那个包里，你放那儿也行，我那儿安全啊。密码是你生日呗。行也行。